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，这是一副这一场麻将唯一一副成功做出牌型的牌来，这个牌做出牌型，想必大家也猜到结果，那肯定是一个碰碰胡的牌了。七万来，其实这个牌已经是一上张。看看这个牌是怎么打的，一上张没要，反而是绕了一个很远的路去做碰碰胡。上家门清停牌了，来三万拼一个六条，趁他花少，六条也不要，上张的牌就更多了，来个五万能连接海峡两岸。最后一张三万，这个时候必须要启动了。摸到现在二五八万也没摸到，实在是受不了。必须让牌动起来，我觉得我才有机会。这个牌不碰是不来五万，只要是上家不摸二五八万，我这个牌就算是成功了。三桶开暗杠，杠个一万，打掉七万。手里没冲牌了，倒是碰好了，现在碰碰胡听牌。人家说我一万是好牌，我觉得也是。上家摸花，杠一万点炮，碰碰胡胡牌，四个花二十分，加个苍蝇二十五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那就摸到三桶，一上张，牌不好打，像这种牌压根儿也没有想过去做牌，所以说上来就打了字牌。来七万听牌，打掉六条，有听就听。对家也来竞争了，现在是两家听。下家倒是启动做条子。我听牌，他倒是吃上自助餐了，连吃带碰的挺开心啊，吃的挺好，五桶自摸，一花四分，加个苍蝇九分，小牌，看一下最后一副。
来七万，搭子起，两进张。摸九万停牌，打掉七万。对家大小鸡点炮，两花六分，加苍蝇12分。